乐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绿春。有一点比较优柔寡断，就是爱上有一些东西就不是特别切实际，我觉得都挺重要。可能猫还是更多一点。别人跟我自拍算吗？算。昨天在那个上红毯之前也不太会，但是要看场合，比如说有的是在安检的地方，我就觉得可能不太合适。更喜欢猫。我刚答了这题。